订阅分享小铃铛，给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最讨厌的消息。Hello， 大家好，我是肉肉。月初开分之旅的最后一站终于来了，就是非常令人紧张、极度刺激的第三弹。让我们来看看，已经到了第七场了。哎，来看一下这个令人紧张，连这个身为播报员的我都是非常的紧张的。好，我们来看看肉肉先生在怎么有办法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还可以打完十场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给我们一个赞，顺便留言分享你的心得，让我们知道。如果你是肉粉的话，现在马上先给我按一个赞。好，2190的这一场，哎呀，525啊，纵隔。来，绿队这边525纵隔落叶比喜哈，紫队这边北斋比喜四 K 跟 L 3，这个应该是 H 3吧？哎，我一直没有好好把它记起来。好，没关系，反正就是一长一短嘛。哎呦，差点被水球丢死。好，这个矿山大家还是可以看到。OK， nice。对，遇到比喜实在太可怕，我们没有把握就先退哦。但是还是一如往常的 nice， 先带掉两个，走右边这条路算是我们最喜欢的哦，刚好又可以。OK， 4K 飞回去。好，这个时候呢，有鼻息，有点危险，没有被发现，可以抓到 4K， 抓到北斋 ，nice， 右边有先拿下来。好，先把战地，现在又剩一个人了，先把战地先拉回来吧，全倒了 ，nice， 这个真的是平常有在做好事哈，这个系统可能就会帮你一个忙了。好的。一样，右边有抓到吗？哎，可惜这个瞄准没有做好，要不然刚刚北斋就抓到了。留彩蛋，留彩蛋。好，开墨甲，没有人站塔，去踩一个点。好，刚好有墨甲保护了自己，还是回到右边的战地，还是没有人，我们再踩个点啊！北斋看到我们了，踩个点，离开，放个炸弹。哎呀，换我们全倒了。刚刚算是没有队友 cover 之下比较危险啊。好的，大家都复活了。这个时候要怎么打比较好呢？对方最手长的就是 4K 了哦，好像再没有格之类的东西，要不然真的会麻烦。我们贸然前进，有一个啊，糟糕，硬伤线，哎，他刚好没跳好就被。啊！被盖好爆爆章。好，现在已经前进到这个。来，有炸弹 ，nice。哎，手太短了。感觉有一点不好的预兆哎。哇，整个战力都紫色，糟糕 ！nice， 队友。好，下雨，我们还是极前进。下雨加地雷就真的没办法了，糟糕！但是他们好像都还没有站到塔上哎，我们还是相对的来讲有一点安全哦。哦，不过这个战地真的很脏哎，脏啊，几乎都是紫队的啊，不行，我们要把地拿回来。飞起来了，哎呀，完全拉不下人。哇，糟糕，我们又倒三了。但他们还是没有站塔哎，他们的位置分布有一点点有趣哦，有点故杀人的感觉。4K 危险，这个时候下来抓 ，nice， 哦 ，nice， 再抓一个，还可以再抓一个吗 ？OK，nice， 全倒，安全啊。看相对之下，绿队这边的默契比较好一点。好，再次拿回右边的战地。遇到鼻息真的很可怕，感谢 nice， 感谢队友。哦 nice， 现在59还不算，这个北斋 nice 队友，这边抓到吗？抓不到啊，就说不应该挑战鼻息了吧？哇，这个鼻息是墨鱼的，现在塔。又卡在那回来了，
但肉肉先生还是执意要把这个战绩先拉回来哦，保障大家可以前进，有前进的空间。哇，飞起来了，糟糕，危险，危险，危险，要死了，危险，危险！哦 ，nice， 被狙下来了。好，开木甲 ，nice， 丢炸弹，从后面 ，nice， 炸到一个，抓抓这个狙击，抓这个狙击，抓抓抓 ，nice，nice， 六九六九五九啊，糟糕，剩一个。完了完了完了，六四六三六二六一六四五九，又是最后22秒，糟糕，怎么办？这一局就这样结束了吗？哇哇，剩15秒了，38，这就是我常讲的，你一个不小心就是很容易会被完全完全的拉回去啊，这要怎么打？哇塞 ，nice， 这样子手这么短还可以拉下背包。OK， nice 队友，好，现在这绝对绝对是最后一波的进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离这么远，你还要怎么打呢，肉肉先生？ 4K 还有 4K 呢。好，这个时候看来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啦，我们就协助抓队友吧。队友在哪？敌人在哪？我们就在哪。给他压迫，给他压迫。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死，绝对不能死。好，现在对方还有3个人，有没有人从后面绕背？没有。好，反应加速。好 ，OK， 抓这个人，这个人在干嘛？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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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是没有瞄到他呢 ？OK， 终于杀到他了。好，又有人要下来了，鼻息下来我也招伤。OK， 2个人。好，现在对方只剩4K 了，好，我们队友还有2个人，但这时候也不能被狙下来。Nice！ 哇塞，这个地方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人他杀了这个鼻息，他杀了25次哎，那他。不气死吗？天哪，我们遇到高手中的高手哎，这个比起死了25次哎，然后我们当然也都杀了10几人，可是这一局真的是精彩到不行，哇哦！好的，我讲的好累哦，实在是太精彩了。好，接下来这个应该就是月初开分第三弹的最后一场了，刚刚是2100，这一边是狙击，然后浴缸。蜡笔跟落叶，那对面是中滚起车枪跟这个新的爆裂跟鼻息水球爆裂啊、哦！哇，刚刚那个25杀的鼻息，他绝对气到一个炸掉哎、欸！他已经杀了25次，太可怕了！好险！这个爆裂被打过一次，有一个鼻息，对，逃命是非常重要的、哦。啊，我算是帮他挡了啦，啊，他也没活下来，哎、欸，但是我们的塔已经不知不觉推前进了，这个鼻息刚冲很凶哦，应该跟刚那个不是同一个鼻息吧？好的，看一下 ，OK， nice， 啊，这个水刀，好，这个水刀没有往我们塔这边开，也没有发现我，没有发现肉肉先生，哦，这个爆裂，还是先绕跑再说。抓抓抓抓到他吗 ？Nice nice， 哎呀，没有绕到他的那个错位的地方。哦，对方这个逼控放的倒是蛮勤劳的。好，飞一下。哎呦，差一点。Nice。哎 ，Nice， 哇塞，这一局的队友也是非常的彩瑞哦。好，开一下墨甲。好，看一下有没有人要跳下来。好，抓一下，抓一下，抓到了吧？终于，这时候应该要小心滚哦，滚这个时候感觉就会从哪里冒出来。好，上塔，躲在柱子后面。躲好，后面后面有滚，放炸弹。哎呀！哇，前线全倒。好，飞一下，这里是安全的。OK， 丢个炸弹，哦哦哦！哎呀，糟糕，危险！爆裂就是这样，好人厌。滚滚滚！糟糕糟糕糟糕！算了，只能往前了。抓到 ，nice！ 哎，狙击呢？哎，哎，没人。OK，nice！ 好 ，nice！ 这里有滚吗？好，绕一下这边的小巷子都不要放过，他们很喜欢躲在小巷子。好的，现在是只剩我一
只剩肉肉一个人吗 ？OK， 抓一下 ，Nice， 抓到你 ，Yeah！ 毕竟爆裂在他的那个大暴风爆炸之前，好像除非他正打中，要不然应该都不太算了。哦，这个已经有点整个压到家里去了。好，这边来看一下有没有人呢？好，塔刚刚好像也还没有往前推进哦，那是五七对九一哦。来，这里，这里 ，OK。哇，糟了，这个滚，这个滚，抓抓抓抓抓！哎呀，不行，已经先被发现了。哇，这边倒了，这边全倒了。绿队要开始进攻了吗？这个讨人厌的导弹要小心，要不然你跟在队友后面，你可能就是会吃到他的导弹。哇，这边，哦 ，nice， 抓到，好险！哎，这里还有一个 B 中。哎，他们刚刚有上到这里来哦，抓一下可以吗？啊，可以可以可以 ，nice 队友，圣比喜 ，OK 驱赶了，来吧，顺顺的让我们的最后一局 ，OK 炸弹，好，这边角落有一个，大家狙杀，不要跑啊，已经被发现了。OK， 开鼠球跑出来哦，好像要跑到家里了。哦，水刀，小心，丢个炸弹。看一下，哦，已经倒了 ，nice 队友。好的，好的，抓抓。基本上就是死都不放过敌人的那一种，就对了。洗车枪跟鼻洗换个位置。哇哇哇！哇哇哇！哦 ，nice！ 把战地拉回来十秒，应该蛮有机会的哦。六、五、四、三、二、一。耶、yeah, ！太好啦！恭喜我们月初开分之旅第三弹终于结束啦！最后一场竟然也是用胜利。那么月初开分到底有什么好玩呢？除了这么紧张刺激，为什么我要挑战月初开分？但最有趣的就是你可以拿到一个假的排名，因为很少人玩嘛，所以你可能会冲到全世界前几名。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拿到全世界第几名吧。好，我们要月初开分，给我们的奖励是2168，也没有很高分，但是是1723名。我们是在这一此时此刻2月1号的这个时候拿到了1723名。这个肉肉先生实在是太开心了，所以他决定要马上先把这个照片这个截图下来，然后传送分享给大家。这个这么虚荣的行为，好吧，肉肉先生他在这个时候确实是觉得蛮开心的。好，但是没有关系，还是要让大家知道这是月初开分好玩的地方、紧张的地方、刺激的地方在哪里。没错，所以呢，但是这个到底这个系列到底会不会常做呢？我想应该是不会常做，因为真的实在是太紧张，就是手抖心抖，然后又很害怕，也有可能你一个不小心打完然后掉下1900直接跳回 S 加，所以风险相对来讲是有，但是奖励也是有短暂性的奖励，就是可以让你拥有这么高的分数这个样子的。好的，那这一次呢，这个月初开分之旅大概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给我们一个赞，留言分享你的心得，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订阅分享小铃铛，给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最讨厌的消息。